我就是没有特别去上什么表演课或什么吧，但就是看到新闻蛮震惊的，但也觉得每个人决定要怎么走。这个都叫做报应，现世报，现世报。许杰辉遭控性骚退出演艺事业，入行33年，难堪下台。我还有上好多课的表演课，我很喜欢。表演课就是每个人可能身体反应跟自己思考的角度都不一样。许杰辉表演课争议越演越烈，甚至扩大成性骚风暴。演员黄云欣14号率先开出第一枪，控诉10年前曾遭许杰辉要求巧克力夹乳沟、私下脚交性感作业，甚至被逼穿丁字裤等等。当年参加过同一部舞台剧的短金凌晨也发文自曝被许杰辉在小房间摸胸，还有不具名女演员出面向3立新闻网控诉，过去不管是上课或是上节目，都会被许杰辉摸屁股。不是，我对天发誓，我真的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眼见性骚风暴再也止不住，受害者一个接一个出面指控，许杰辉15号也宣布即日起退出演艺事业，停止所有公开活动，甚至反省，诚心道歉。我来讲，他是艺人，不照顾他，他其实他因为其实没有同意，是我们的办公室在戏剧的场上面，偶尔遇到时他也会提一些。每个人可能都会有需要训练的时候，这种真的决定。那我当然也觉得，就是每件事情一直到风波就是这样子，会有一阵子的燃烧。那就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好好的、踏实的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我就是没有特别去上什么表演课或什么吧，但看到新闻蛮震惊的，但也觉得。每个人决定要怎么走，那我觉得就是，如果觉得有不舒服的，就是要当面说出来。那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主嘛，不要让这种事情变成一个习惯。那当然自己也是要做好保护自己的一些方式。没见笑，等他陪你做一款代志。什么都没见笑啦？哎，真的，等伊出来看你安怎讲。据悉，许杰辉目前正在拍摄《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第2季，15号已经先停拍。对于角色去留，制作人陈慧琳表示会和公司商量后再决定。另外，参与演出的地狱里长原定7月也要上档，目前正在后制中。对此，剧组也强调这部分都会谨慎处理。大家好，但我身躯每一个哦是我无缘，也是无缘，会火了一个许杰辉活下。纵观许杰辉在演艺圈打滚多年，从幕后转向幕前，演出戏剧、舞台剧，开班授课，也主持节目，入行33年，最终难堪下台。搭档钟欣凌也回应：勇敢面对，勇敢承担，希望许杰辉能好好处理，照顾好家人。这个都叫做报应，现世报，现世报。